那我们现在先奉上香槟，让他们到香槟塔庆功。耶！这个时候就看镜头。哎，这是鞋子啊！来这边，来这边。今天很多话在台上都还没有讲，然后就已经超时这么久了。对，我们其实很多话一直想说，但耳机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超时20分钟了，超时30分钟了。其实听到等一下那两首歌中间的 talking 直接删掉，怕我们没有。今天其实什么歌都没删啊，但是确实是我们在耳机一直在讲说，真的要快，真的要快。然后呢，就是 talking 的部分，其实我们本来还有设计蛮多有趣的点可以互动的。但真的都不够用，因为其实这次我想隔了那么多年，然后在歌迷的千呼万唤底下，然后办了这场演唱会，我们希望可以跟歌迷有很多很多的接触，跟很多很多碰面的机会。那我们其实最后其实还有很多设计要跟歌迷一起互动的，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延后到第二场。我们已经加了三场了，不是吗？我们今天已经加开三场了。对对对，这个特写我们破纪录，我们一天晚上演三场，一个晚上演三场，哎，不得了了。是，哇，大家好捧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就让大家弄到这么晚。哎，我们到底最后结束的时间是几点？对，我们到底几点？11:20，17:00。其实老实说，当初 round down 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定挂了啦。嗯，一定是超的，不可能不超，因为是5-6的局哎。而且他 talking 的时间只有留1分钟，我说怎么有可能？怎么有可能？我们这个留10分钟都不够。对，然后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担心一件事情，不能超长，因为听说超长到11:30之后，以后小巨蛋就不借你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应该这个重点是这样子，就是说我们超长应该是还好，是，但是就是主办单位从我收整个演唱会结束下来之后，我到目前为止是还没看到他有效果。因为罚款可能蛮高的，他待会会拿账单过来，这是账单。好了，不过真的很谢谢大家，我们这次真的是我们四个刚刚都还在讲，包括小刀，对，我们都说其实现在那个感觉很亢奋，然后都觉得好像可以再紧接再来抢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现在的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，然后也谢谢，真的要谢谢所有的朋友们。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感谢名单跟一般的不一样？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把感谢这件事情，真的是我们最这阵子5566我们心里面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谢谢歌迷，谢谢每一个在背后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、舞者、乐手、老师、导演，所有的人，他们都是在帮助我们的人。所以我们希望在演唱会上他们都可以出现，所以坚持把他们的名字都念到。当然这是一定要的，因为一场演唱会的促成并不是那么的容易。那过去在10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10年之前，5-6的演唱会，过去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们自己公司哈，就5-6乔杰利自己主办。对。但这一场演唱会，确实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欣喜若狂。真的要很感谢华贵，如果谢谢，没有。谢谢，我们把它倒完。耶，干杯，干杯。